大年初四，刘丹、周家乐、吕慧仪、汤盈盈同单立文等一众爱回家演员一齐为剧集开工。丹爷今个新年除咗有剧组一班屋企人同佢拜年之外，阿仔刘海威都由内地赶翻香港团圆，三代同堂，尽享天伦之乐啊！又咁啱得咁巧咧，我个仔都喺大陆翻到嚟，咁我个仔陪住个孙，哎呀！他們玩得很開心你沒有份一起嗎？有 我輕微地參與一下你們自己玩走來走去，我這些坐在這裡看就行了。是很 happy 的。我和你的假孫都玩得很開心是啊，我們玩得很開心他們有沒有預你啊，丹爺？他們有沒有預你？沒有，他有真孫玩嘛他們知道我的環境嘛，所以就你环境好，我都知道。啱啱过去嘅年初三，又系2月14情人节，唔知道爱回家嘅一班男士点同另一半庆祝呢？有一日叫情人节嘅咧，我净知道系年初三赤口嘛，即系所以唔适宜讲太多嘢。同埋咧，话俾你听，情人对我哋已经失效啦，系嘛？我哋得一个老婆节嘅啫，我哋日日都系老婆节，系咪？冇错啦，冇情人节嘅我哋。好啊，讲得好。有冇即刻学到嘢啦？即刻学到啊！我都即刻多咗个老母节，咁我就每日都系老母就系最大咁咯，系咯。咁你有冇送花？就係特登唔送，就係特登唔送。呢個老公咧，係嘛？即係冇理喺嗰嗰日俾人掠噶嘛，係咪先？係啊，查實咧，即係送花嚟講咧，都真係冇噶，係啦，真係冇送花。兩差嘢啊，先生。哦，係㗎，原來咁㗎。係啊。所以我就真係冇送花嘅咁多年。琴日咧係好尷尬嘅，好 confused 嘅。哦。嗱，又係赤口，又係情人節，又話嗌交咁，又要情人節，又要嘴咁樣係咯，即係覺得好 confused 咁樣。咁你有冇應節啊？咁我開頭朝頭早嗌交，夜晚嘴咁咯，唔好嗌啦，咁吸住嘴咪咯。係啊，呢個又幾好啊，呢個方法。而盈盈同阿蟹兩位靚媽都不約而同咁話，自己今個新年都懶得出去拜年，成個假期都幾乎留喺屋企度過啊。係啊，我今年好懶啊。我都係啊。我陪孩子都是留在家裡，都沒出去，就陪孩子在看 movie 咯，不斷看卡通片，我真的很充實，我覺得我自己，我睡衣都沒換了，年初一來，我媽住隔離屋，我都沒過去，衰女，我有去我媽那裡，有沒有煎糕吃下自己的家？有啊，有啊，就是狂吃的，年糕啊、糖啊、朱古力啊，什麼都齊了，我都是，不斷雪糕啊、年糕啊、薯片啊、蝦片啊，乜都有啊，真係。縮肚先嘅啫。係，但係啱啱呢個假期咁樣就過咗啦，會唔會都有啲我仲想放假嘅心情喺度咧？就係咯，眨下眼過三日喎。係啊，真係唔覺唔覺喎。不過翻嚟公司又好開心喎，見到個個好熱鬧，同埋即係新年終於，哎呀，我終於都見翻啲屋企人以外嘅人啦。